昏昏欲睡，老是无精打采，身体没有大病，但小毛病不断。别以为只是没有睡饱，免疫力下降，小心你的身体可能正在慢性发炎。有睡眠啊，或者是正常运动饮食，可是你无法解释的疲倦，同时还有合并一些其他症状，关节可能会痛，或者是有鼻窦炎、鼻过敏的症状。如果有类似症状，要咨询医师，找出感染源之外，医师推荐五种食物可以抗发炎，包含蓝莓有上千种抗氧化剂，拥有很强的抗氧化力；彩色甜椒维生素 C 含量是蔬菜中数一数二；胡萝卜含有贝塔胡萝卜素，也是一种强大的抗氧化剂，都能够帮助抗发炎反应。坚果富含膳食纤维、不饱和的脂肪酸，那会减少我们心血管的风险。青花菜它里面含有油玻璃素，这个是所谓的抗发炎的物质。不止慢性发炎，腰酸背痛也是现代人文明病。例如左上背痛可能是心绞痛，腰部两侧痛小心肾肿瘤，后背痛要注意主动脉剥离、心肌梗塞或胃炎所引起，中间腰部痛则是有可能胰脏癌或是急性胰脏炎等引起。内脏的疼痛大部分都是很难是指出是某一个区块的一个疼痛，如果你能精确的指出一个点的疼痛，大部分都不是内脏的疼痛。所谓的粉色型的疼痛，有可能就是前胸痛、后背或者是前肚子痛到别的地方。医师强调还有另一个判断的方式，如果背痛都出现在同一个位置，而且没有特定的姿势问题，长期都无法改善，就是一大警讯，代表内脏健康状况可能有异常。记者黄天耀、王一仲台北报道。我是刘佳，我喜欢与您分享地球大小事、最新时事、国际脉动、财经动态，还有气象资讯，最接地气的新闻台，让你重要消息不漏接，聊天的话题也不脱钩。当然，更多新闻请锁定中视的 YouTube 频道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还要开启小铃铛哦。好不容易解封，日本是台湾民众最喜欢的旅游胜地，彰化却有民众投诉，跟团六天五夜，一人花了35,000多元，却遇到凉宫导游。导游完全不等我们，然后就自己走了。我们几个家庭都在后面追着他跑。本来开开心心，一行人5月30号先到东大寺巡礼，开放时间到下午5点半，却因为导游迷路，关门前3分钟才抵达。然后所有的工作人员一直叫我们离开、离开、离开、离开，然后连拍照都不让我们拍。过程中频频迷路，导致行程大乱，到餐厅只给半小时用餐，加上途中导游还一度擅自更改行程，乱成一团。最后一个点是在名古屋的免税店，他把它提前挪动到前面，再离开到那个下一个景点也来不及，就变成下一个景那个点就是变成直接去餐厅吃饭，甚至到了环球影城也是一问三不知。导游也没有说任何的攻略，也没有说介绍说这个园区里面有什么可以怎么玩的，好，都没说，就到现场直接鸟兽散。我们并没有针对团费的部分去处理，我们针对就是领队的小费的部分就做退费，一个人是1800就先退费。整团游客气炸，说6天行程只有2天是正常的，花大把钞票请来的导游超不专业，太容易迷路，都在浪费时间。即便旅行社愿意赔偿，游日旅程也彻底泡汤。记者陈胜林、李云杰、彰化报道。我是哈远仪，不用说故事，写自己的人生故事。有争议的拿证据说，被掩盖的挖出来说，非主流观点我有勇气说。用心说好2300万人的故事，我是哈远仪，请锁定中视 YouTube 频道，记得帮我们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开启小铃铛哦。上班族 OL 穿起尖头高跟鞋，女人味十足，还能拉长腿部线条，前面比较窄一点，然后脚穿久会很痛。除了穿久了容易不舒服，还可能犯尖脚煞、遇小人、遭人妒忌。超过5年的旧鞋子最好能换就换，除了不美观继续穿，还有可能影响事业跟健康。还有民俗专家建议，别人送的二手鞋也尽量不要往脚上穿，容易把别人衰事转嫁到自己身上。因为毕竟是别人用过，你也不知道上一个人的使用状况是如何，所以自己用起来也会比较有疑虑。不过小朋友还在发育，鞋子经常更换就不在此限。因为有时候小朋友他们在成长时期比较快，然后有时候就是还状况还很好，新有他们可以接受的话也是会送人。原来穿鞋也会影响风水，鞋带断掉的话要换相同材质的鞋带，也要绑好，别随便乱塞，除了容易松脱跌倒，同样也会影响运势。不系鞋带，那鞋带往
这个鞋子里面随便塞一塞，时间久了将会影响感情运。鞋子穿在脚上，除了追求舒适度好搭配，民俗说法参考参考，或许一双好鞋能带你平步青云。记者黄秀慧、李云杰台中报道。我是王一仲，新闻的产业带给我满满的使命感，不论是贴近民生的议题或是国际的话题，我都能够精确真实传达最完整的资讯给各位观众。当然更多的新闻请锁定中视 YouTube 频道，记得按赞订阅分享并开启小铃铛哦。